说到房屋贷款呢，可能 Kiwi Bank 不会是您首先想到的银行。不过呢，Kiwi Bank 的房屋贷款产品还有政策呢，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给您介绍一下。Kiwi Bank 呢，是新西兰唯一一家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银行。从贷款的产品上来说呢，Kiwi Bank 算是所有银行中最全面的之一了。他们除了提供普通的固定和浮动利率的贷款产品之外呢，同时也拥有 Revolving 还有 Offset 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对冲账户。而其他的主流银行中呢，只有 BNZ 还有 Westpac 是提供相同的产品种类的。除此之外呢，Kiwi Bank 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服务，就是在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呢，把您在其他银行的房屋贷款转到 Kiwi Bank 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refinance 的时候，是可以免除律师的费用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您的房屋贷款已经在现在的银行有3到4年的时间了，那么我们是可以帮您评估一下，看现在的情况是否适合利用转银行这个机会，来优化您的贷款结构，并且呢，让您得到一笔新的现金返还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说一说大家都关心的贷款额度这个问题啊。Kiwi Bank 呢，现行政策在贷款的额度的计算上呢，横比其他的主流银行呢，也算是稍微有一点优势的。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呢，可能会比 ANZ、ASB、BNZ 还有 Westpac 这4家大银行呢，都贷的多一些。如果您现在有贷款买房的想法的话啊，也欢迎您跟我们联系。我们在对您的整体情况完成评估之后呢，会具体的建议 Kiwi Bank 是否会适合您现在的贷款需求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疑问，也欢迎跟我们留言，或者是直接电话联系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